刚好这里只有两个店了。出来应该是不是，你是要拍你的原神还是拍这个活动的原神？其实我就是不要拍这个。这个没电了，没电你也不要飞，万一中途没电了掉下来你就。没电了，那就没电了，没电了。直播失败，哎，没电了，飞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我电池就带了很多块，我还买了很多块，问题是都没电了。哎，尴尬。我是要微博播的，呵呵，这种。你说有个人帮我做档。只能充好电，明天飞了。所以你没输。这个特别好携带。有这哇，好可怕。好，下一个。失败失败，无人机失败了，很难过。哇靠，手机还翻车，很难过。很难受，疯狂翻车。把你这放一下，我去放无人机。
累啊，这个无人机起飞一次真的是累啊。付个鬼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活人？对，有没有活人？我们今天晚些时候抽一盒月饼送给大家，但是是没有会员卡的。要会员卡怎么办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？我等一下坐哪个车呀？坐。哇，你鸡排干这么重啊！那天那个鸡排干，我说你。哦，我觉得我这干无敌了。哦，我这是那个。这干跟钓鱼一样。哇，俯视视角。声音太小，我戴耳机会好一点。我的耳机挂在这儿，我的耳机好像在床上，我去找它。很溜，哎，给你们俯视视角，飞不了啊，我没电了。哎，他们在飞，我去看看。把你们扛在身上，给你们下。看见吗？林哥，看见吗？看得清晰吗？你们到底是在飞还是在拍啊？就是你到底要什么效果？你要什么效果？好像要用什么 USB 接口吗？电池的充电器专用的。哎呦，我有个充电板，但我忘记。当时买。哦。三十六配过，什么都可以买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遥控器是普通 USB 电池。哎，我发现这个镜头不方便，我要去叫。哎，你的那个在吗？杆？我的。在啊。我这举得好累啊。啊，你好也要用对吧？算了算了。收一下杆子，好了，收起来了。兰州是还没到啊。我操，待会就没了，就这么怎么开？我来你上吗？先上你。我不出镜。你在怕什么？我在怕他们。好，他们在干嘛？不知道，开这个车吧。需要唱歌了吗？来了。再远一点，来。对，有点冷。今天真的有点冷。
谢谢呵呵的订阅。应该有，反正不管了，就说反正直播就直播，直播行不行？好重啊，这个杆子真的是爆炸，原地爆炸。定着吗？这个我说这个杆子超重。不是，这不可以定着在地上立着吗？我就无法移动。现在不是看到他们那种包吗？拉嘞，神雕，拉嘞，榨干啊，装在上面。哈哈，很牛逼的，就背了个包，然后一个榨干杯装在上面。有，还几个店？快点，26啊！为啥？飞机不行啊！这是飞机坏了，我那是没电，看样子只有等我那个充满电了。但问他系统没有更新好。哎，精灵三啊，只有，有点老。这个太老了，这个太老了，但是还是可以飞。啊，那不飞就不飞吧，不飞就不飞吧，反正做个样子。不行不行，待会我拿着飞机飞。来来来，拿飞。对啊，哇，飞得好高，好高，好高，飞了飞了飞了，飞得好好，飞了飞了飞了。啊，啥？哇，飞得好高啊，好高啊，还在飞着飞着。是因为这边没有机会。应该不是挺好的。他就是单独遥控器的飞机都是可以开的，但是他们两个这点不行，所有的信号都你看飞过来了啊，飞过来了，可以把我们。哎，这个螺旋桨怎么不算的啦？哎，这个零重力的。应该是你吹啊，你别吹。来，应该是有哪个东西没去的？大疆精灵三，月亮出来了。按道理去，现在赶紧吃饭吧。走走，吃饭吃饭。走哪里吃饭？吃饭吧。哪里吃饭？我操，吃饭啊！在哪里吃饭？先吃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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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也吃饭啊！他们都进去了。好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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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等着我的 Mavic 来拯救他们吧。他们的这个对不起啊，不行。主要是精灵三是一个老款的这个飞行器，我的这个。哎，不过现在出来了更新，也是六。这是通安 E 服务区，我也不知道哪，你帮我查地图在哪。哇塞，谁说都进来，就我一个人进来。哦，餐厅在前面。对，他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。起飞是不容易，和温度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。我今天晚上把电箱都买，我大概放了有七八个月没飞了，所以没电了。餐厅在哪？哦，在这里。条件艰苦的餐厅，这个是个晚饭的，在哪里啊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计划中。我没什么。这吃什么？吃菜。啊，够。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都这样，都这样。刚刚我们有，不知道该吃什么。哇哇，好多吃的！看看啊，好棒棒啊！看看吃什么，看看吃什么。特别好，今天你中午都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不知道，都好吃的，你要吗？我不要，不要。看下吃什么，这不能吃。这个也有问题，这有问题。这是什么？嗯，这是蛋炒饭。蛋炒饭，蛋炒饭没底。这是炒，不知道什么。
我以为你跟什么说话？没有了，只有你一个。你饭稀饭，花卷。我操，你敢拿吃花卷？哎，你待会儿给我一个带着面。他还想打字，对吧？啊，就带着这个吃饭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刚吃饭就这么吃了，别拿下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他。我说让他带着面具吃饭。知道吗？这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了这个就不会饿。这样不好的，这样不好的。你要控制你自己的食欲。这个都不能吃。这不行啊！这不买我。我操！这是自己做蛋饼？不能这样吃。真的假的？这自己做蛋饼吗？做蛋饼，是自己做吗？不是我自己做，我要做一个。你要做一个的话，你稍微等一下，多热一下。你们先吃，多热了给你们。多热了。好的好的。我明明热。我要一个。哎，我要煎就煎蛋上面，煎什么的？就我煎蛋蛋饼，真的蛋饼蛋饼蛋饼样子。哎，你可以帮我把花卷放在蛋里吗？可以把花卷放在蛋里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就花蛋饼花卷，对吧？你把蛋饼放在可以吗？你这是什么花卷？弄一下热一下吧，是吧？看了是吗？自带去整只兔子吗？是不是把鸡蛋倒上面？哎，对对对，鸡蛋倒上了。这个我们不会做啊。我会，我会。来切两个荷包蛋。可以啊，荷包蛋。啊。哎，这是我是在干嘛？我搞不懂。我先把蛋，我的花点圈寄存在你们这里啊。这到底能吃什么？这个能吃吗？哇塞，这感觉不能吃，这什么鸡腿？怎么吃啊？再多来点，少一点。够不能再多，不能再多。我的蛋放在这里啊！哎，我给你个碗啊，放在这里啊。怎么这个菜越拿越少啊？豆子不是，不是，这是芝麻鸡，不是，鱼不是，这蛋不是。反正就可以试一下试看，这不对，我已经有主食了，不能吃，吃这个吧。这个颜色应该可以吃，哎呀，打到旁边的锅里去了。这么可怜啊！那别人都吃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了吗？小王，你坐哪儿了？飞机啊，别急啊，大飞哥。哎，小王，你坐哪儿了？哎，你们四个人坐这吗？对呀，但是他有个人。哦，我的飞机没电了，我回去充电。这是我的晚饭。哇，我有三个蛋啊！别磨完，让我在路上。读。
哇、哦，好咸啊！这么咸啊？你们是不是盐放多了？狗胃肯定比软蛋吧？这不是狗胃重啊，这是盐啊！他吃了一口盐。可这也太咸了吧！哇！哎，不不不，不不，你还在撒盐？不不。哎，你可以把那两个蛋给我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只有两个蛋，我不吃饭，我吃蛋。我们那里没饭，就只吃蛋。那也不错。是我的花卷，还可以跟蛋合体吗？没什么，不好硬啊！差不多了，可以翻面了。是吧？杨家可年轻了。当然是会有油，太油了。这都是老了的血热了是吧？好，可以了，就翻个面就可以了。我操，有油！对，我要挑选两个心仪的鸡蛋，就这两个吧，给我。对。还没熟呀？啊，没熟啊？啊。你们这儿没熟的鸡蛋能吃吗？哎呀，你弄坏它了！你意思是就这样吃吗？它破了，新的是吧？破了怎么办？这破就破了怎么办？要紧吗？没有，人家去合作企业了。不是，它这个坏了要不要紧？我的天哪！怎么办？坏了，怎么办？没事吧？就给我吧，应该可以，我不介意。你要吃黄金的是吧？啊。哦，那个坏的就不给我了，这么好。没熟。这最弄的。我来拿个凳子。吃的饭不太正常。为什么会有暖香？哎呀，再不去鸡蛋都老了，而且他在疯狂的撒盐。啊，咸吗？快去，快去！他已经在，我刚刚阻止他了。哎呀，哎，你们怎么能烧这么多吃的东西啊？鸡蛋藕，菜这么营养丰盛啊！哇塞，彩虹！彩虹，你吃的是什么呀？没有早的菜吗？这种。这是小撒神，我们的歌手。白色的。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，啊、我最近关注的，超好听。吃饱了。这个是彩虹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豆腐干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千万别吃，太咸了，简直就是盐。吃饭，吃饭，来。我帮你拉开。咸到你竟然吃别的。这是谁？让你拉了嘴巴了。那个是彩虹，我们的回来的主播美女。日本到处都是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硬啊！哦，好硬啊！吃两吃吧。我就吃两个蛋就够了。哇，他们这个蛋是真的没熟啊！这是我们伟大的玄武人告诉我的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会利用所有的时间。你尝尝有吃吗？开哈。开发什么？要不吃煎蛋吗？开发科技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。对啊，你吃不吃？我要去买好药的哈。我只问一下你好不好，至于他选什么。嗯。金光蛮。是小药虎呀。巴黑人。巴赫黑人。巴赫黑人。巴赫不吃巴赫黑石吗？谁让他？金光蛮。
什么东西啊？里面共用一个筷子，没有筷子没有接触到它的嘴。友好种子里面最优雅的，他们是很强的社交观。他们是人组吗？完了。他们是半人类。那边男人别半出来了，我们就。去年就有他们了吗？还是今年才有的？他们今年掉到了地球。哦，厉害。哦，特装。还可以化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打扮成这样。好咸啊，这个。可以。哇，咸吗？我没瞎说吧？我说这个虾好咸，它所有菜其实都咸的。好吃吗？逆心人。有点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披风蛮吗？不是，是巴特贝。巴特贝人。这是校图和照片，差的有点远。好可怜，好多奥特曼。但我说，隔壁的中二病哪来的？什么？人家是巴特星人。人家巴特菲人，巴菲特是什么？巴特菲人。巴特菲的弟弟，巴菲特。你看看。哎，巴特菲人，你们会炒股吗？股是什么？我们从来不炒股。因为必定丢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绿的。因为我们成年的时候是绿色。他们说要吃怪兽。怎么吃？给他们吃一下吧。你想要什么吃法？对吧？煎的、煮的、红烧。好吃吗？这吃法？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还可以。还是很吃的。我觉得不是你，我自己觉得不是很香。花卷谁啊？要补啊。花卷谁要？老板要，人家要试试。哎，其实这还可以。你刚刚吃过这个吗？你刚刚吃过一块，超辣的，超咸的。超咸，真的假的？你敢整鸡蛋吧？你敢整鸡蛋快点？我可以尝一个。哎，鸡蛋可以，鸡蛋可以。尝一个。什么可以？老板，他们吃过超咸吗？随便。吃下来就行。鸡蛋也不要吃。嗯，真的好咸啊。当然了，它咋盐的？盐能不咸？可以直接拿命哥，问白白战斗，大家的话保证不打你。他们刚刚也在问我，别人知道在干虐待吗？哈哈，巴特菲人在虐待你。是的，没毛病，就是虐待。主要是他的这个脖子很有弹性。不要碰我的脖子。碰到脖子，他头发会变，头都稍微变绿。不能碰我的脚，千万不能碰。想生活过得去，我这样哪能没点绿呢？什么？生活过得去？头上还要哪能没点绿？嗯，头上哪能没点绿？你们是不是没倒饮料？还有饮料吗？有，我去拿个。只要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哪能不带点绿？哎，道理也是有的。过了一小时，这个推送有问题。飞无人机啊！你好，明天充好电，我一定好好飞无人机。你好，好好谢谢。那，花花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在你的国家？对啊，就是在。他们都很漂亮。在什么地方？我看。没有。没有女朋友？那你有男朋友吗？嗯，那个问的好。他们很帅。他们有大事吧？陕西县通安义服务区。那有还是没有了？没有。那对面的小姐妹，哇，给你看我在哪。你们在吃饭？疫情不？我想问一下你的爸妈是跟你长得一样的吗？
巴特飞人，我们彩虹宝宝在问你。他们的牛角可能没有我大，因为我最帅。你最帅。选东西吧，喝点东西吧，不是耶。尝尝我们自己人的饮料，特别棒。那我拿菜拿的，拿的。好心酸啊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吃。他们是银川。这里，兰州在这儿。就快到了。不小意思，我以前走的线路是从上海走走走走到这儿，到这儿，走走走走过来，再回来。这不是吗？这是哪来喝的？这个反过来，反过来。我一定要去。去北极。啊，说句道三，你们自己看啊，我来不及看，我在车上啊。哇，你们饭量好大啊，真的饭量大啊。怎么了？我有三个打出去，拨出去斩了。好，来，来吧，过。等一下，先把擦一杯先，他刚刚玩了一圈。外星人，哇，张金斗，你在嫌弃我？没有啊，外星人，你知道你们星球有星座吗？处女座吗？我们的星球叫扶风星。你们星球有十二星座吗？星座。星星吗？对啊，可以吃的。有点大。要不要喝啊？要不要喝啊？尝一下，马上喝完之后就变成红色。你试一下，来，我反正是不能喝。对吧？这个颜色看起来不能喝。哪个颜色能喝？白色，那真的不好吃。这是白色。绿色。绿色，绿色很健康。喝，你不要喝甜的啊。你不要喝甜的吗？碳酸的我不喜欢。太酸啊！碳酸的不喜欢。完了，走了，没电了。我一直没有充电。对啊，真是好傻！天哪，你这么……哦 ，no， 我也没带充电宝。但是我有带充电机，它好接头，它就会自动充。哦哦，那你啥？那玩意儿？没东西吃啊。那会断播吗？断，肯定是黑了。好了，谢谢。还有几卡？断了，还行。我都不记得。过。正常。先去吃点东西，那你再来我们星球玩吧。你不吃东西，我就不跟你玩了。嗯，我们，你吃完东西，我们跟你弟弟好。好的。不吃东西，弟不好。对，你先弟不好。我觉得粥好吃。粥啊。不啊，不好意思。我刚刚也想吃的，来粥。嗯。那你吃吧。嗯，我不记得开没开了，就正常打。谢谢，我把快递了，你空着的。没开，杀死所有人家开的，还行吧。每局都有平 MVP 的，反正我没拿到过。你们说开不开？没事，这不充好了吗？啊，我真的吃饱了。我没怎么吃东西。吃了几片叶子。不是被打击就不想吃了。对，没有被自己充电。
好了没有？果然，两个花卷是主力军。这个花卷我就咬一口。刚才手机没电，所以关机了。我帮你充电了，放心。按充电的开关。花卷根本吃不下去。小小，你吃饱了吗？嗯。真的吃饱了吗？你想去超？你想去超市看看有什么吃的吗？不想，我是真心不想，我真的饱。I'm like a real 饱。彩虹，你吃饱了吗？没呢。对啊，肯定吃不饱。隔壁有超市，要不要去买点吃？我能吃。我觉得那个四季豆蛮好吃的，要不要去吃？四季豆，就这个。油太重了。先洗一下呀。我的无人机小哥还在研究。你这么好玩吗？他是去南方还是怎么？飞机起飞的话，我们可以轻易的飞到对面的山头。飞机起飞什么意思？就飞机起飞啊，上飞3公里，前后飞5公里。五公里很远的，很远。你看对面那个山，其实也就1公里。走了，走吧。想到那条线上的路线。一行人呢？一行人吃点东西吧。变身了吧，我估计。啊。那就想问你，哎，那个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天哪！这个做我的一个月旅游一定会变瘦的。买单，有人买。我刚刚这个耳机断线了，就线断了，只有一根耳机了。好，我去隔壁看看。待会你辆车是三号车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丸子那辆车。我知道呢。那这样一号车没人坐，因为一号车的椅子回不转。首先，还在研究，还在研究。爆米花好像不好吃啊！啊？你说什么？包子？我操！这包子长得比刚刚旁边的好吃了。我操！这里面还有个苍蝇呢！这能吃？这苍蝇妈到底在游泳啊？无人机速度大吗？飞速很慢。超快的，谁说不快？奶茶不能吃，薯片不能吃，这种不能吃。我操！不能吃，餐饮纸不能吃，旺旺不能吃，什么这种泡制的都不能吃。咖啡不能吃，全是饮料。陕西腊肉，陕西腊肉，往西看就不好吃。哎，大漠行。
只有方便面能吃啊。这地方真的是服，不知道他是卖什么的。就只有这一个，你现在知道旺旺这个企业的厉害之处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感觉也不能吃。锅巴不行。多少钱吗？啊，这多少钱？6块钱。才6块钱？这么贵的？微信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只能现金。只能现金啊？没有现金啊？没有，吃不了的。你给我转一下呗，我转你微信，好吧？没有，我上班人家不让带现金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就想吃这个。真的吗？我说哎，那有手机要给你钱，给你钱，给你钱。我有手机，我没钱呀。我给你钱。你给我，我上班没带钱呀。我给你钱。你给我钱，我肯定要给人家那里面放的呀。啊，但是我没带呀，我这手机里放不到里面呀。我连手机放。支付宝，支付宝。支付那我没钱呀，关键是。会计不收这个的。那怎么办？人家只用现金，我们下班人家就要交钱了。下班也交钱的？现在就交营业额的。那怎么办啊？哎。那这个真的没办法啊。我没钱啊！啊，不行，不要吃。啊，师傅，你有现金吗？没有。10块钱有没有？10块也没有。10块也没有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好生气的哦！哎，你先别拿走。哎，我给你现在留着，这个80，我给你留着。哎，师傅，有10块钱吗？我可以给你换下钱吗？他这个不能用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。啊，好好好，你给我微信好吧，我转你，啊，可以了。来，我转你，扫一扫。哦，我刷了2次了，我的你发红包就行了吧？好。啊，13830290039。你打开微信好了，上面有的。是吗？那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啊，对，这里有个收钱。那我没意思了。确定啊，你没网络对吧？那我给你发红包吧。你是支付宝对吧？我把数据打开。啊，你没开数据。现在是哪个？点这个就行。点收付款。立即开启，确定。你不用这个微信的吗？啊，没。没用过对吧？那你用什么东西收钱的？你直接发红包就行了。发红包，啊，把我的加微信加发红包。啊，加你微信对吧？好，那你那个是 yes 是。OK， 然后行，这我扫你行。牧羊人对吧？不是。啊，这不是你啊？不是。我，倾国倾城。哎，对。啊，对。好，通过一下。便宜了。那怎么只让我发一元啊？啊，是。很安全。好。哎，啊，不，师傅，这个我也没有，你拿着吧，拿着。这个我也没有，我没身上没地方放钱。好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这笔买卖有点亏，但是好心人难碰到，对不对？洗手间，洗手间哪边啊？啊，在这呢。
哇，这月亮有点吓人啊！冷了冷。洗手间的话，我需要把手机放在外面。哎，这里有个镜子，这真的是路啊！洗手间怎么办？叫这阿姨带来。哎，能帮我拿一下吗？阿姨，我马上出来。哦，就拿一下就行。那你放下去吧，我给你拿一下。你万一出来不合适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不拿，你要那我放这儿行吗？我放这儿帮我看一下行吗？啊，你放心，有人帮我看着，我就放这儿啊。我回去去我。现在的人，你说一拿就出来，不说不合适了，完事。不用他们，我合适，放心，有人看着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嗨，再看着，再看着。你要动他的，就是有钱了，试试一点。你看，手机充不够对的。现在人家说有钱了，啥都不用动好吗？不够多，不够多，不够多。这他几万？这他来？哎，这啥？这是白纸吧？哎，白纸。哎。我不读啊！你干嘛？来不来？要不就不读。读啊！读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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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读。读。哦。谢谢啊！谢谢。谢谢啊！走了。小朋友上直播看看，笑一笑。我记得给他今天比较好。笑一笑。你要喊你这个，你看几岁才给你这个，够够单子才给的，够单子哇！哟，够单子才给的。你看，够单单。谢谢。看，叫我爸爸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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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见见见见见，哈去了吧，拜拜，走吧。哎，这个小朋友几岁呢？两岁吧。哎，近乎。哎呦操，这么高的楼梯啊！我靠，发现一只妖怪。踩下有点黑，我现在想找到我的车。我操，我车不见了！谁知道我的车呢？哎，这个车去哪了？哎，不知道我们的车去哪里了？我靠，一辆车都没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做任务啊？啊，真的没了。车呢？哎，不是啊，还有人在吃饭吗？吃饭人也没有了。哦，真的？啊，吓人啊！会不会车的？哎，人难道全上车了吗？晚上很可怕，我跟你讲，一点灯都没有。哼，太棒了，我就喜欢这样，神经病。你们怎么又开走了？不开走，不开走，咱不是还要换座位吗？又回来了吗？现在？不是要开播了吗？我一直播着。哎，其他的车呢？其他车加油去了。那加完油还回来？好，那还有谁在这儿？我没看到人了。车路上摄影大哥，还在拍啊？我去看看，去看。嘿，今晚到兰州啊？到兰州，哎，有点冷。
刚我们玩那个飞盘玩的可嗨了，哎，这就是把我导到一个毫无人烟的地方，对吧？完全看不见有人在拍东西啊，就是在逗我嘛。找到了车，然后看到我走到这儿，这里依然没有人，是这个板子吧？哇，空无一人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是个鬼的事啊，这个。嗯，这么多车，我靠，这么深的沟啊！他妈摔死啊！幸好看了一眼，这是要直接上高速了，月亮都快不见了。这下面是吗？哦，哇！不行不行，有点危险。我刚刚差点一脚踩，看从这儿看是看不见的。哎，顺利过关，真的没有人在拍东西，这骗我。这是在通安邑服务区，靠近兰州100公里。我现在在甘肃。哇靠，我们车队一辆车都不见了。这哎，这个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可以关心啊。啊，月亮不见了。月亮隐藏在这里，看到吗？出来出来了。今天玩几趟？哪里玩？怎么玩？拿头来玩。我现在紧紧地握着自己的精神食粮。因为就是会有互动感到，但是而且你要上吗？我先避避风，避避风一会儿下。你买了啥好吃的，哥哥？你现在给我吃了吗？我花了巨款买的。旺旺仙贝。旺仙贝，巨款买的6666666，感谢山竹哥哥的巨款买的东西。真的是巨款啊！哎，还是问一个穆斯林借来的钱。谢谢，他的比以前漂亮，自信的，我一直都那么自信的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一直都那么漂亮的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今天干嘛用这个杆子啊？我这不是正在掏着出来吗？刚刚上来上车呢。那个他要用啊，那帮我搬一下这个脚好吗？我们配合一下，我觉得右手可以用。没事，这个，这是我要拿个螺丝刀固定。OK， 可以。等一下，我看那螺丝刀。这个腿，这腿废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太近了，好吓人。但是灯光是不是太暗了？可以开哦，这什么情况？可以开吗？欢迎宝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帅哥，欢迎美女。喜欢台湾的电视就没有音乐呢？开个音乐，我的手机。不用啊，可以有自带音乐的。哪里？啊，点这里啊。我要自带的音乐，感觉很大声，他们听到之后就听到我说话了。可以调节啊。啊，这样了吗？那就这里啊，音乐，哎呀。他们能听到我呢。你们要听什么歌呢？热门推荐。啊。好像是出国的回来了，咱们新来是的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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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好久没见了吗？被风吹过的夏天。思念什么鬼？不愁没钱花。随便点一首吧。离别，大小姐。哇，好多歌谱啊。
咱咋？你就买了这一包啊？哇、哦，这一包超难买的。这一包，对。好。他这个人上课了，没事的，他也挺好的。我靠，这里就两个店。我靠，这里就两个店了。出来应该是。不是，你是要拍你的原神，还是拍这个活动的？其实我就是。不要拍这个。没电了，没电你也不要飞，万一中途没电了掉下来你就。没电了，那就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直播失败，哎。没电了，飞不了了。怎么办？咱们充电吗？我电池就带了很多块，我还买了很多块，问题是都没电了。哎，尴尬。我是要微博播的。你说有个人帮我做档次，有个人他愿意帮我做档次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这边都不行。遥控器没电了。这个也没电了。这个距离五百几倍，对，只能充好电，明天飞了。所以你没吃肉，就特别好携带。有这哇，好可怕！好，下一个，失败，失败，无人机失败了，很难过。哇靠，手机还翻车，很难过。很难受，疯狂翻车，把你这放一下，我去放无人机。这个牌子好厉害啊！五月九是哪个主播啊？15级徽章啊，厉害了！啊，
早上的二号玩家，早上的二号玩家，哦，在对面对吧？我不记得节目了，就录好多局啊。哦，他是跟你一起玩游戏的是吗？对，昨天晚上我在敦煌玩了一把。哇、哦、天哪！啊不，西安玩了一把。没有，是户外户外板块。放贴上。谢谢大家送礼物，啊、谢谢。贴贴。我在听他说话。我不刷了。他们全部车都去加油了，要不开回来是吗？嗯。开心的这浪了。是你的吗？还是没有信号？你搜一下。干什么？天哪，外面有个。好像要偏绿的各单位。异性狂欢节。哎，我这个法郎，哎，在这里。谢谢小卡车的水瓶。哎，有那个。谢谢你十个水瓶啊，十个水瓶，水瓶。哇，可以送十个雪瓶，厉害了！天哪，你怎么那么多送礼物啊？超厉害，超厉害！大家很久没看到我。喜欢卡的礼物走走，我要把山竹打倒。他居然送了十个雪瓶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连麦的？我看手机是不是有这个功能？连麦可以有啊有啊有啊！连麦的，哎，真的有啊！我操，已经禁止了连麦，怎么玩呢？哎。我都没看到哦，接受连麦啊，接受连麦啊，那怎么连麦呢？哎，彩虹，你看一下你那边有没有一把剑刀？剪刀在那。接受连麦，已关闭主播连麦功能。快去跟其他主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一个加号。哎，在哪？哎，这个功能我用过。LC 哥哥，给我刷个小礼物吧，拿个徽章吧。哎，奇怪了、啊！哎，你的功能怎么比我多啊？啊？你比我多啊？你的屏幕比我小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比我多功能啊？一四六八九，一四六八十一，我为啥十一个呢？更新？你没更新嘛？我更新了。你在哪更新啊？我然后那个不是你平时手机里面不是有下载软件那个不是有更新吗？哎，你们听彩虹说话声音炸不炸？哎，你们听我声音说话炸不炸？因为老版本的它那个音频有问题，声音很炸。那你就升级啊！他不让我升级啊！哎，奇怪了，不是我前两天还看到连麦的嘞，怎么就不知道？现在我也没有。我记得有一个连麦功能呀。正好给他们截截图。在哪儿？啊、哦！我的天哪！在哪儿呢？哇！谢谢浪漫天使的十个，回来了，声音真好，是吗？哎，还有大力胶吗？对，身上。后新车、嗯、没开过来是吗？哦，不是在，在奥虹，也不在。好的，喜欢小王的礼物走一走，谢谢。不要掉了，谢谢四十六。谢了吗？谢谢。欢迎大家，这是在聊天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敦煌的路上，敦煌的路上。我七点半、八点半、九点半、十点半。原来十块钱了，你看看。好喜欢你，谢谢。喜欢我的礼物折一折。你们那有多少？我们这个车队吗？车队我好像十九个人，我听说，我没数过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不比一比就送礼物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我没有研究出来。谢谢。啊，你们现在都在房车上直播吗？啊，因为是的，今天一天都在车上，除了在服务站里面下来了，对吧？然后都没有下来过呢。哎。真脏啊！我的天！我找一下啊，我找一下。正在找礼物，爱你们哦！欢迎六六，欢迎六六。为什么更脏啊？想看个鬼动画片，谢谢小卡车的水银王榜。厉害了，你们家怎么那么多人给你送啊礼物？天哪，我都没有送礼物。有。谁送的？有吗？你可以点这个就看到了吗？啊？那我看到啊，没人送的，关键是。是吧？你看，有水，都送谷粮的。哎，我要。真的，
开播这么久。宝哥，宝哥，你是谁的粉丝？谢谢99。啊，介绍一下，你是谁的粉丝？就那个15级的那个徽章，超厉害。好友啊，微博吗？你长得像郭靖。我操，好好烫啊！粉红手机膜过账了，1%的电，可江湖救急，让我冲一玩玩，就把那个玩下来。是在这儿。猜了，这个就江湖救急，我有你直播间那个江湖救急。忘了在这儿，忘了在这儿。他说他猜的我，那这个有听见的。哎，对啊，这里，哎呀。哎，等等，你开了没有啊？宝哥挂个牌子啊，挂个我的一级牌子吧。开了开了开了。哦，宝哥来刷10个虎粮，挂个牌子。啊、哦，我有微博，微博是虎牙彩虹、哎。你的微博是新的。虎牙彩虹怎么是新的？就没我看过没东西啊。不可能呀、啊。我看了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虎牙彩虹。我上面有很多东西啊。没。我压根就是空的啊！没有，但是我很久没上那微博，我找不到密码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尴尬。啊，这个。这个呀，我看到过呀。哪里是空的？没内容啊，你自己看。这不是内容吗？啊，这也算内容啊？对啊，我分享了直播。哦，你就是开播分享啊？对啊，我就开播了一些分享，没有也会发一些，但是很少，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爱发。我天哪！你去相册那里不就看了？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哎，相册。关系他看不到也可以说。佳瑞，干啥呢？赶紧，发车了，赶紧分车走了。我关注你不？好，谢谢。我到时候找回密码之后也关注你。要找回密码之后关注我。我记得密码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就退休登录之后，完了就好久没登录嘛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好的。好的好的。要不我过去啊？我们不是一人啊。你要在是吧？我要。你要在这聊。我要什么礼物？我要藏宝图。哎呦呦呦！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我要过去对吧？有谁车上是三个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嘞，杨晓，你找你去。哇，谢谢宝哥给我送了13个吗？还可以吗？感谢宝哥，宝哥在叫啊，怪不得没反应啊啊！我来，我来。宝哥送了4个，这可是我都充电了，怎么办？么么哒，宝哥。我操，充了半天只有2%啊！我得赶快过去。右边，这么远啊！我给你送上去，走，快上车。我20%电，过不到那儿。哇，谢谢逍遥，谢谢瑶瑶。再给我充一会儿，我他车开我过去，我忙。嗯，好。到了那儿给你。我这个机也是刚刚关机，你知道我多少？那就是1%了，真的是永远在1%跟2%之间徘徊。还有没有石头哥哥？这个啊？啊不，我有充电宝，我有充电宝。哦，行，没事，你别生气的。哎哎哎！欢迎石头哥哥，谢谢宝哥。怎么都是哥哥？我这叫什么？我这叫什么？你也可以叫哥。叫弟弟。你要去认哥是吧？哎呀，真丑陋。欢迎偶尔合群，谢谢你送的辅料。看直播的好了，他也是一个主播。哎，快！哎，收到了。哎，按一下，好。等等等等，哎，什么？哎，我们等一下一起，我们是，哦耶耶耶耶，我们今天有爆。哎，这个门。啊，对，现在只要一直刷10个礼物。好好好。好。哦，在哪边啊？哪辆是2号车？这辆吗？是这辆吗？哎，是这样吧？哎，你得给我先充上电，因为我的电。好，我上车了。你有充电宝吗？充电宝有，让我充一。先帮我把这手机充上电，因为它还有1%的电，马上就断了。1%对吧？2%，快快快！来来来，插好插好，你拿来，我手不能动了。看下灯，看下灯，哎，灯在哪？哎，灯在哪？好了，充上了啊！还有这个也得充，这个也得充，这个也得。你要开这个灯吗？对，就是能让我看室内看到。充上了，放在我们这吗？我讲话，你呀，把这把电视关了，不相信事实。我靠！我想怎么有人在说话？老头，啊，
吓我一跳。什么地理啊？地理。我们椅子不用倒过来吗？这个灯可以不开。他说不倒。啊，你看不见对吧？你可以或者跟他们换个位置的灯。好，等一下。我。刺眼对吧？看不清对吧？那我怎么办？你往后调一点吧，座位。我坐着座位翻个身啊。翻不了身。现在他那个灯看不见，右边的那个哦，镜子看不见。那这样，把这灯关了，不然影响你开车。你怎么关？你关吧。哇塞，这厉害了。伸手不见五指啊！啊，这怎么播 ？Hello， 所以可能我得给你换个位置啊。可以啊，你给我换个位置啊。对，换位置。那个，哇，哎，这里也是因为有这个电视机才会有。那我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看。我先确定一下几个充电的东西。他说一定要现在播吗？哎，好像还行。等一下啊！不，我先把这个几个充电的东西弄好，安顿好之后再换位置。开不了灯会影响司机开车，后面乌漆麻黑的，我们一不留神就翻车，所以不能开灯。你们那个车看一下有没有我的手机啊？你们究竟要放那个车？是 Gary 吗？是 Gary 的手机吗？是什么型号 ？S 对，他的手机应该是他的手机。是黄磊吗？是 Gary 的。Gary 不，这是给我开热点的。Gary 给我开热点的。你等一下，马上就开热点，我调一下语言。这个放你旁边，或者放你后面的箱子上，然后我给你换个位置。黄海手机，黄海手机没有。来，小心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先移过来。没事，我坐这个椅子。这个手机在这。来，你去吧。好。还有一个手机呢。好的，啊，那个没充啊。我充一会儿缓吧，这个。啊好，哎呦。快断电。好，不要，没问题。好，六六六。不会影响到你吗？还好。队长，过来去给我吧。过去吃点药去。大概。哎 ，excuse me， 怎么不会说英文？宝哥呢？真的是，什么都没刷就走了，六六六。我看能不能连麦啊？哦，连麦看怎么连啊？我记得以前连过一次啊，是在哪里有连啊？好像是在播的地方可以连啊。好像是在播的地方可以连麦。打通了吗？我们这没有声音哎。是不是啊？在播到前面的那个黑盒子里。等一下。我想想啊。啊，是这个吗？好，我们这样。不要开这个。不是啊，不只是在 YY 啊。这是我的。然后打电话就可以了呀。没有，这苹果的。
确定好就好了。想看什么？对啊，我也记得连过一次。在上海我连过一次。我记得连麦是在上海的首播的那个场地有连过麦。可爱的小宝贝，你这 ID 你怎么有勇气起出这种 ID 的666。哥哥，我是45岁，做什么的？我贩毒的，我在路上的，我包了辆这个房车贩毒。77，举报什么？我今天本来想爬起来播一下网刷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可爱的小宝贝，你打开右下角的礼物框，刷一下那个淘宝图，这是最便宜的礼物。破了，谢谢叫一拳的一个虎聊，哇，太有气势了，一个虎聊。杠，这个叫杠的这个，哎，谢谢水中月，谢谢可爱的小宝贝，谢谢逆水行舟，谢谢叫一拳的虎粮。你有没有化妆？这个杠啊，你是昨天几号？这里有灯哦。我帮你们人为开了灯啊。丸子，你的充电宝按一下充电钮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了。
在我这儿，你的在、啊，哦，你的不在。我帮你找一下，前面找没有。对，顺便帮我找找，应该就在后面这儿。那么上来找一下吧。在后面对吧？不是后面，就前面。你看你前面那有吗？前面小，前面那里看过。哎，这个。哎呦。电池里面有电吗？啊、有电吗？我感觉是有电的。这个算有电吗？啊，拿一袋吧。你这椅子可以靠背往后吗？对啊。可以的，你说可以的。你要把坐垫往前，然后拉那个，拉左边那个。没事没事。拉。这边的挡板说了吗？挡板。车的脚板说好了。车的脚板。说了。我都记得不记得？我请喝电池啊！知道啊，你这个感觉吗？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挺爽的，这也确实有意思。咦，我的书包呢？都是这个户外关注过来订阅我的吗？还是你们是什么情况过来的呀？
往前吗？你得给我充充电。那我这个充电器要太小，因为有点粗。啊。这个放两个。啊，好。好。线不够长，要不就放两个。当心掉下去。下一个同学啊，前不是八点才放吗？我的耳机。咦？哦。骂人的，先是有人刷弹幕，然后有人刷，然后有人刷骂人的反弹给自己，然后有人再刷骂人的反弹给自己，反弹给自己，然后有人刷骂人的反弹给自己，反弹给自己，反弹给自己。现在睡醒了，而且最可恶的是刚刚睡着了，镜头还对着椅子，对吧？现在的内容就是尬聊内容。我很奇怪啊，就为什么只有弹幕没有画面呢？我看不了节目，我本来想看看节目的，其实这个节目只有弹幕。只有弹幕没有内容。
我看不见。我们哎，宝哥你来了。哎呀厉害啊宝哥，据说你要送我好东西啊。彩虹那下播了吗？梦魇视角啊、哦、对对对对，比赛一共不知道啊，这个节目还要拍好多次呢，应该是就蛮多期的，要分 N 次拍完。闪电网我都不知道哎，我怎么看不了啊，我看不了节目哦。这60万的弹幕抵过别人600万的弹幕，个十百千万十得60万。啊啊，前面就两次。不知道。我已经切到流畅了。那我把那个。我估计节目影响了这个，不影响了这个，不影响了这个，不可能。我怎么不理啊？快点去了，是不是倒个忘了？哎呀，快到安素了。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，哇，我好久没有来甘肃了，我有5年没有来甘肃了。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是18岁的少年，如今这么老了。
真的，现在还有40公里到兰州。妈的，人在拜年。你现在晕吗，儿子？我是眼睛而且发胀，眼睛也发胀，很干。眼睛发胀很正常。你高反这么严重啊？就感觉我的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就固定住头，不要动就行了。身体好的才会有反应。气难不起雨，气高不起来，气上不起皱。因为没反应，就我姐。我不是困，我就是高反。不是这个活动的话，第一，我自己一个人肯定不会到山上去。就是高反，就是眼睛有点睁不开，懂吗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反正就是有点睁不开。这个路它是逐步上升不是，就是我不是困，就是缺氧，知道吗？就是缺氧，缺氧之后就会。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在开玩笑？现在几点啊？8:44就困了。我早上8:44都没这么困，就大脑供氧不足。没用，我刚刚是不是跟你在说梦话？我说不回来，然后我用意念去开窗了，就我感觉自己伸出了右手开着窗，风也吹进来了，我还把头晾在外面吹风了，然后把手放好，把它关好，然后用我的意识再观察，哎，这个窗没有动过。好，好，没事，不要睡觉。哎，说把头给固定住。啊，有毒。这样可以。我发现了，
Thank you.